长得够帅够美，红的就光环无限，随便亮个相就能赚大钱，但本人却不一定在唱歌或表演上有非常扎实的功力，长久下来内心无限的空虚，压根儿不想当花瓶偶像，那要怎么突破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偶像不能说的秘密，要看的是红遍亚洲的美男团体 F4。 首先来看仔仔周渝民，近几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是他极力摆脱偶像的包袱，朝向实力派演员发展，中获口碑。在跟他的深度访谈中才发现，当初 F4 成军尽管红透整个亚洲世界，但他的内心却是空虚到不行，他觉得自己在 F4 不过是个花瓶，虽然不断出专辑还学会演出，但唱歌竟然是他的梦魇。他说自己有幽闭恐惧症，在录音间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很不喜欢那种被很多人注意的感觉，完全不适应当偶像，偏偏自己又非常红，长期心理矛盾的状态下，他罹患了忧郁症，后来决定向偶像说再见，不再接演帅哥谈恋爱的剧情，跟经纪公司抗争了3年，终于让外界看到他的演技实力。原来偶像是不想当偶像的，来看仔仔周渝民的故事。将来就是指婚姻生活，你是他第一个带回家的女孩子，他母亲一定会用未婚妻的角度来看你。2001年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仔仔以花泽类一角敲开了知名度，但会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平凡大男孩变身为大明星，全然都是因为陪朋友去试镜，才意外搭上演艺路。我说你赶快进去，我在楼梯间这边等你。所以我就坐在楼梯间那边，然后靠着栏杆。就等等，那个电梯响了，有可能好像是彩姐的另外一个助手进来了。他就是看到楼梯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人。就是背影而已。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回去就跟彩姐讲说，有一个小男孩，我看到他的背影，我觉得他很像花泽类那种很阴沉阴沉的感觉。他们就把我拉进来，就叫我进去，就说你有没有兴趣演戏？我说没有兴趣，我吓坏了。我不是一个很会跟人沟通的人，特别是陌生人。没关系，那你来试试看。摄影机就对着我拍，我说你念这个台词，我觉得好傻。好傻怎么会有人会对着镜头这样念词？我又不，我那时候没有认为自己是演员啊。所以我就像背书一样念课文这样的。念完我说可以了吗？那我回去了。我当时没想到他是会为了杉菜而跟他又起了正面冲突。剧中的四个花样男孩因此爆红，还以戏里 F4 的称号组成了男子团体。随着戏剧在海外销售开红盘， F4 的巡回演唱也触及亚洲美国，师奶杀手受欢迎的程度盛况空前。只不过光鲜亮丽与掌声的背后，大家看不见的却是仔仔内心万分的不踏实与不快乐。 F4 刚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目标的，我就当打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圈子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做艺人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却做了好多好多艺人一辈子都不会没有机会做到的事情。你又演戏，很多人都认识你们，很多人支持你们，市场有需求，所以你们必须要来出来办演唱会。要发唱片，出写真集，然后主持节目。对，很多事情在短短的2年内全部都做了，可是那个东西是很空虚的。别看仔仔在 MV 里展现帅哥迷人风采，其实唱歌对当时的他来说几乎与噩梦画上等号。录音间对我来讲是一个梦魇。梦魇啊。对，因为很狭小。那我又不喜欢幽闭恐惧症，有一点点，然后再来是在自己不擅长的一个领域上面，
你会觉得唱歌不擅长啊？不擅长啊，真的不擅长。对，你们是 F 四哎。那又怎么样？重点是在唱歌的能力上面，我很清楚自己能力到哪里，所以有时候会很痛苦的去完成了一张专辑，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在一股 F 四的旋风之下，仔仔又接拍了《贫穷贵公子》与《流星花园二》。仔仔一出道就达到许多艺人或许奋斗十几年都未必能站上的高度，可是台上与台下内向性格的落差，让他无心享受名利的欢乐，反而是闷出了忧郁症。我不会开心，很多人认识我。哦，你不开心这样？我不喜欢，我跟一般人一起走在街头的时候，是有很多人在看着我的。跟我自己的本性是有冲突的、okay. 对，以为自己不在意，可是心里他过不去、所以慢慢累积久了以后就会生病。仔仔不讳言，忧郁症来袭时也有过想轻生的念头，整个人充满负面思想，最后是寻求医生的协助与朋友的温暖，才让仔仔度过忧郁风暴。他会把我个性更害怕的事情放大，我可能会更自卑。人家的沟通，只要他无意的，只要有一个字是让我觉得刺到了，我就会痛苦。亲爱的方老师，既然要做，为什么不做彻底一点？如果换作是我，我绝对不会自己留下痛苦。而仔仔开始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有了自信的展望，是一直到2004年，他接了《战神》这部电视剧。在戏里，他一人分饰两角，让外界看到他深度的演技。仔仔终于找到目标，全力朝专业的演员迈进。有一部戏叫《战神》，蔡岳勋导演的戏。然后我那时候爱上了表演，所以我拒绝了很多东西。人家会说有钱赚你干嘛不赚，我那边有东西你可以继续唱歌啊，我要办演唱会啊，我们要出什么，我说不要，我希望你们帮我多安排的是戏，然后我可以多演戏，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角色，我就想要充实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不愿意当花瓶偶像，想在演技求突破，原本经纪公司怎么安排就乖乖接受的仔仔，突然开始有了主见。以前不擅长和人说话的仔仔也开始努力与公司沟通，但仔仔的想法却未必获得支持，这让仔仔往理想迈进之前就先遭遇了低潮。我在工作这一块的低潮是我真的决定要做演员的时候，后来我就说我要演戏，就而且我一年最多只演一部啊，这是你自己规定的。对，谁能想象有你说经纪公司他不能接受你这种行为、啊、我好不容易对我人生有所坚持，我必须要很强力的坚持下去。当时没有几个人，没有很多人是认同我的做法。我就只能让时间来证明，时间越久可能我利用3年的时间，然后人家对我这个人的名字讲出来的时候，除了 F4 之外，他们会另外想到说他还是一个演员，因为他曾经有演过一部戏，演得蛮好的。等一下，抓起手，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啊？老人家都打一把年纪了，你们见老尊贤吗？你们2008年，仔仔在痞子英雄里演活了放荡不羁的痞子警察陈在天，精湛演技让人刮目相看，更被提名为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只可惜最后与大奖失之交臂。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其实我不会，我真的不会。你付出200%的努力，你不一定可以比得上人家付出80%努力，但是来的肯定多。真的认可一个演员的时候，是不一定他是要得奖，但至少他要有提名。Yeah, 被提名过的话，人家就会认为他好像真的是所谓的演员。那我就想要他好像是所谓的演员这句话就好了。所以如果得奖的话，那是非常意外的事情。没有得奖的话，我也要非常认份的去做好我其他事后的规划。大
但痞子英雄的电影版仔仔却缺席了。外界传言他与赵又廷有心结而拒演，不过当时仔仔另有戏约撞期，而且能否再满足自我挑战才是仔仔择戏的考量。我很认真地问了我自己，说我电影版的话，如果我还在演这个角色，我还可以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呀？ Yeah. 我发现我不行啊，我觉得我电视版已经演了，我把我所有的对于陈在天那个角色的东西，想得到的，大家想得到的跟大家想不到的，我都已经去填满了它。我觉得我演那个角色演得很足了，所以我开始害怕电影版如果你要出来的时候还能拿出什么，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与其你重复演一个角色同样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再去做另外一件演其他角色的机会来充实自己？就是一股想往前不断尝试的坚持。仔仔在电影新作《新天生一对》也首度挑战为人父的角色。我做哥哥很想你呢。够了，像我现在演戏，你说如果我还是在重复以前的戏剧的类型的话，我想天生一对主导他根本不会来找我来演父亲这个角色，因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一个演员有什么其他建树跟不一样的表演的方式。看到一个偶像。仔仔说自己不是特别聪明，所以为了演好每场戏，他是那种会躲到车上或厕所里自我冷静酝酿拍戏情绪的人。尽管在台湾已经被大家看到他的演技，不过仔仔没有就此满足，他还要继续奋战，希望海外的观众也能对他的进步竖起大拇指。原来不想演电影版的痞子英雄，除了撞起的问题之外，主要仔仔觉得自己在电视版已经演到淋漓尽致，那电影版就没新的挑战了，他不想做重复的事，所以转战新天生一对，诠释父亲的角色。所以仔仔是不是早就跳脱偶像的迷思了呢？这位来自宜兰罗东眷村、拥有四分之一泰雅族血统的仔仔周渝民，常常有些惊人的想法，像是他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五官立体、长得俊美，曾经想过要当鸭，想说要体验一下当男性公关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他念的是机械科，但是非常怕油，他不敢做作业，以及人生原本非常的活泼好动，到了国中却明显躲避人群，因为父母离婚了，让他痛苦不堪。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继续来看。我想，我还是想算了。死蛋！你说什么？怎么可以死蛋？来自宜兰罗东眷村的仔仔，虽然没有宜兰腔，不过安昂不分，让他刚出道时常在拍戏现场制造不少笑料。哥，跟我走了。吃饭了。为了解决发音问题，仔仔也曾认真拜师，从念字典开始矫正发音，所以现在看到的仔仔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国语不轮转的大男孩了。但尽管咬字不清，小时候的仔仔也幻想过明星梦。我小时候很喜欢刘德华，他就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当然也有时候会幻想，我自己就是刘德华，然后站在台上，然后唱歌，然后穿着全身白的样子，然后白马王子的形象。可是那都只是想象，我就不会去奢求说，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仔仔说小时候不爱念书，老是跟人抢倒数第一名，是不是这样才啵啵啵没学好就不晓得了。不过仔仔在小学时就是运动健将，不只是跆拳道黑带高手，也是学校田径队的跳远健将，但有一回为了参加县运却把两脚膝盖都弄伤了。我前几天我把左脚的膝盖跳坏了，哇，然后我就赶快，我很慌，然后就老师就说那你改用右脚，然后我就说我从来没有用过右脚来跳，右脚就不会跳了，然后就右脚就开始适应，好不容易习惯了、uh-huh. 然后等到比赛那一天我又把右脚跳坏了、uh-huh. 又用回左脚来跳，结果就是小时候以为这些都是小事情，嗯、uh-huh. 结果你就不会去注重事后的一些复健保养，导致我现在我的膝盖其实是很脆弱的，也因为